谁在抱兔子？你们介绍一下这只兔子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小跳跳，我改名字。小跳跳啊，原本它叫什么名字？小乖乖。哦，小乖乖。那弟弟你在抱什么啦？兔子。对，我是宝宝跳的小兔子。它好乖哦。我叫黄宝琴。兔子叫黄宝琴。它好乖哦，你看它眼睛好大哦。能不能摸它眼睛？不能。对，它会抓人。它指甲很久没得剪了，所以会抓人。一二三，小哥哥，妈妈换我抱了。好，弟弟要换姐姐抱了吗？不要。那再给他一分钟。不行，只能一分钟。好，一分钟。一分钟，很快哦，一下就好了，哒哒哒的，过两次，然后就可以小兔哒哒的，哦哦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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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走了，弟弟你还要抱吗？还要，还要，我都没有抱他。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，谁要抓他？我。他走了，弟弟你还要抱吗？不要了。好，那我兔子放一个大屁屁。它叫小尾巴，不是，它叫小跳跳，小跳跳。妈妈，它名字都每天取名字都是有小的名字哦。好，对不对？它尾巴了，小跳跳是不是有点小？嗯。那个，我想这样子抱。那你自己会吗？不会。嗯。叫我抱哪里，我就会抱。好啊。开始了，我们现在抱小兔子的身上。哦，弟弟，不行，这样会它会很痛，等下跳起来抓到你的脸脸，你吓它一跳了。好，秀秀它，这样秀秀秀秀，秀秀秀秀，秀秀秀秀，你看，好，你给它安全感，你要抱紧它，抱紧它，握手啊，它的手在这里啊。他走，你这样摸摸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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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他。我走进来了，我进你了，那快点动，不行，对，妈妈，他不行，他不行，站花花的地方，对。只在我的篮子里面。你说什么？只在我的篮子里面。兔子弟弟乖乖，弟弟乖乖的带小兔子。我感觉他乖乖，兔子乖乖。不行，不行，他。啊！为什么我手都是毛？因为它会掉毛啊。嗯，它掉毛，兔子好坏。大拇指给你掉了，哼，掉毛，兔子有奶奶，兔子有没毛。